所以你是在我失恋的情绪中心在这边上班？对。你知道，其实你老板我除了是一个工业中的翘楚之外，其实我是有心电感应，我感应到他跟你还有感觉。你信不信我实验给你看？来，把这张台打开，请不用剪接，完全紧张，完全不需要剪接，打开。打给你爱的人，告诉你说，我就是喜欢你，请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跟你在一起。喂，大家好，又快要过年了。潮玩真少年是我的第三间公司，所以每到过年的时候，我和制作人就会一起检视我们每一位员工他们今年的表现如何。请问你如果给今年自己打分数，你大概会打几分？如果是美貌的话是100分，如果是我的表现的话，那么是200分。那你今年有什么样的梦想吗？今年的梦想，收集完全套的排球少年漫画。排球少年，就那个很会抢篮板球那个红色头发，帮他写下来。那买一套锦上雄彦。悠悠，嗨，跟我们工作第四年了，那你觉得你今年的表现怎么样呢？今年我的表现应该年终24个月不为过。那最近有没有想要做的事情还没做？可是公司明年应该可以帮我买一间房子。先买房子，不然公司帮他投几款，准备500块，500块，不要太多。Andy 啊，嗨，来我们这边工作多久了？9个月又13天，9个小时又13分钟，14秒，15秒，16秒，17秒，18秒，19秒，20秒。21 OK， 好，够了。今年还有没有想做的事情，或者是最近有什么梦想吗？我的梦想是买一支电动牙刷，还是买一个耳罩式的耳机呢？不对，今天是我跟我前女友分手第13个月，又第10天，9个小时8分钟，又15秒，16秒，17秒。不对，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跟老板讲？这样他就会知道我跟前女友分手之后才来这边上班的，这样他就知道我根本没有在那边上班啊。没错。我每天都在等他休息，我根本没有在认真上班。啊，对了，我跟他还有一个梦想，那个梦想还没实现就分手了。我要跟老板说吗？我要说出来吗？我要跟老板说吗？其实我一直想要跟一个女生去露营。去露营？去啊。可是他已经不喜欢我了。接下来，想要去哪边露营呢？日月潭吧。日月潭大饭店，美丽的日月潭湖景，这不又是你梦寐以求想要的日月潭露营吗？其实我一开始想说要带着心爱的人这样骑着电动车，然后环日月潭兜风，不像老板你是开欧洲车双手带来露营啊。现在年轻人重环保啊，真有环保意思。果然在日月潭这么好的空气，的确是适合电动脚踏车或者是电动车，有概念，不错。那你可以回去公司骑我的一代 GoGoRo 过来露营啊。老板，我那时候是想要买 GoGoRo 的 Crossover， 它可以组装很多配件的那台车。Crossover 可以把我们的露营设备装在车上，像个年轻人一样露营，不像老板都开欧洲车来爽爽露营。哦，他想要买一台电动车绑器材啊。年轻人果然是为了公司有想法。这时候身为老板的我们就要抓住年轻人的心，让他好好留在公司里面好好的工作。这台是 Crossover 原厂下定的时候就把你改装好的配件。这台车总共有26个锁点，可以让你任意的改装。前面可以放上大大的冰箱或工具箱，而中间的脚踏空间呢，它也可以让你轻轻松松的，最大可以放到28寸的行李箱。像这种中小型的，它都可以轻松入袋。两边的车架呢，它也可以让你绑上你要换洗的衣物，或者是你要修车的工具，甚至是你出外的小小帐篷。而这种分离式椅垫，除了让你可以保持安全距离之外，如果这样还再不够的话，你还可以把椅垫掀起来，这样就可以载得更稳固喽。不好意思，我就有一个坐垫。没有啦，我后面要放东西啦。不过老板，其实我比较喜欢那台的颜色。那台车没有改，
没有改装的车还叫车吗？有改装的车才叫做真正的车，而且它颜色上面去官网就可以自己选的。你选有改装的车，然后有你喜欢的颜色。因为啰啰嗦干什么？啊，不对，我忘了，他刚失恋，我怎么会对这个失恋的小孩这么凶呢？我总是要出来散心的，要让他开心。没关系，看你喜欢什么颜色，我们公司重新下单就好了。老板，这台就不错了，那我们要出发了吗？出发。载货啊，干嘛？我不会骑，你不会骑，那这钥匙孔在哪里？你不会发动啊？你又不会载货，你有车吗？我有车啊，我爸的。你爸的就不是你的车，现在几岁了？你还靠你爸买车？钥匙，我不是钥匙，钥匙，按够。好，怎么样？正式发动，脚踢下去，把它断电了，然后把它勾起来，把它准备启动，来拉尾巴，油门就跟你骑摩托车 的油门一样，然后倒车式的。哦，这有倒车。哦，倒车。啊，这个这么重，能不能帮我载一点？不好意思啊，我都没改装架。但是你看到这个车身，基本上你只要看到这种特别坐高的车身，悬吊有特别加强的，那它就是负责拿来载货用。你如果又不会载货，你还要开你爸的车，那你就不能留在这间公司好好的工作。这样了解了吗？了解。想要留在公司吗？想。会载货了吗？会了。出发。啊，对，好吧。然后其实狗狗可以用手机把它锁起来的，所以现在连的车是我车，我现在把它车锁起来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我车锁住了，老板，你再开一次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再把它锁起来。哎，太重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锁住？怎样，满意了吗？在这个漂亮的地方骑着电动车看着自己。老板，你知道远方有什么吗？有没啊？不是，那个一间咖啡厅，我跟我前女友讨论过要去那边喝个下午茶。所以呢？我很想要去那里。啊，走啊。那可以带同事一起去吗？好啊。喝什么嘞？都可以，最便宜的就好。我也是。那你要喝什么？我要200、220、240、250。我要黑钻阿萨伯雷。250。嗯。去啊。老板。老板，我的梦想还包含着这跟我前女友配的这个日月潭的湖景，吃点蛋糕跟甜点。去点。去老板。老板，你不吃吗？好吃吗？这一个蛋糕200块，应该普通而已啊。那你多吃点。老板，那人在 SUP 耶、欸。怎么是 SUP？ 我跟我前女友以前有规划要一起去 SUP。SUP？ 对，就是丽江，在湖上，然后一起看夕阳。老板，你看这个日月潭的湖景，配上这带回的夕阳，如果可以跟我喜欢的人在湖面上划着 SUP， 多浪漫啊！走，这样我上班应该就没什么遗憾了。谁会想要跟前女友来划船？如果是他女朋友的话，我一定把你扒出来啊！等下把他扯下去，我就来满足他前女友没有做的事。你们会下来吧？走走走，喂，走走，不好意思吧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还让他自己在那边。转换姿势，跪好，然后呢？究竟会不会复合呢？我可以表演给你前女友看啊！哇，他在这里，是我25岁最大的愿望。你说怎样？在船上站起来，还是站起来是你25岁最大的愿望？可以跟他一起站在这里。你说站在同一艘船上吗？我可以过去帮你哦。哎哎哎，ちょうど待ってください。哎呀！你看，我 hold 住了，我 hold 住了。
帮你们放一首配乐。我来替你，不要晃。好，稳住。欸、那我靠，前再一点，稳住。因为重心在中间。好，你起来了，配合我。那要抓你还是抓船？当然是抓我、啊。好。站起来了，我要看老板站起来的样子。青蛙腿。来，我要再换右脚。好漂亮哦，配上这个夕阳。你需要你前女友做什么事？我需要她抱我。有没有？为什么一直抖？一直抖？你要怎么抱？要怎么抱？要怎么抱？哇，好可爱！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。来，心如止水。哦，有几百个都在。你希望她抱住你，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然后跟我说，飞起来。跟你说什么？心如止水，我们会下班。下去！站住了！没事，他现在背对你哦。哎，好玩吗？还不错啊，还买一杯，还行啊。但是如果可以在日月潭湖边露营、生火、烤肉，那应该是蛮穷。你觉得老板娘？但是我不要住帐篷。那你这样心情有好多了吗？还不错啊，但是好像少一点透心凉，喝下去的那种气泡的那种饮料。农药是不是？是那种便利商店就买得到那种。现在确实是需要一点失恋治愈水。那你也需要治愈一下，是不是？对。对。可以拿出来去买给他。没问题。少一个。所以你是在我失恋的情绪中心在这边上班？对。辛苦你了。你从我来上班的第一天开始就在失恋，然后失恋到现在。那时候我们都还有联络啊。你说哪一种联络？就是会回回现实。然后丢丢讯息关心对方这样。你觉得以女生的看法，这样是什么样的情况？就他还有在联络啊，分手之后还是有？一定有一个还喜欢。哦，谁呢？我们两个应该都是。只是那个是经历一个阶段性，就是一开始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可能，我没有这样，但是有联络嘛。然后后来进公司之后，发现很多事情好像没有那么重要，就不用在乎别人想什么。你说工作不重要，我说舆论啊，老板不重要，或者别人怎么想不重要。哦，重要是你要喜欢。对，那你现在打算给他？现在吗？现在啊。你看他在摇头。为什么不行？现在为什么不行？他已经又被他拒绝一次了，是代表他这次又有机会走出来了。对。可是他如果他现在要打给他的话，他就又陷入那个女生的圈套。没有，但是你看得出来他走不出来啊，他到现在还走不出来啊。你从今天一整天下来，你有发现他走出来了没有啊？现在与其苟延残喘，你不如就打给他喜欢的人说，我跟你现在是什么关系？那要么拒绝，啊，要么就是有可能玉石俱焚，有机会没有？要么就有机会啊，有机会嘛，每天在那边靠就想，你看打到手都受伤了。老板，我，你看你就喜欢一个人在那边喜欢很久。然后你又不讲出来，然后最后你就花了人生大半辈子，到他三十岁了，你看他这么年轻，万一三十岁、三十五岁了之后，发现原来那个人他也喜欢他，结果最后两个人没有在一起，女生的心情是百变，对吧？我还好，他稳定，所以稳定单身，是吧？女生的心情是很百变的。对啦，对啦。如果今天我比较开心，或者我真的可能看了一个电影很感动，我想要再谈一场恋爱，或是冬天到了，通常就想谈恋爱。你知道，其实你老板我拖的是一个，不是五月天，拖的是一个工业中的乔鲁外，其实我是有心电感应，我感应到他跟你还有感觉。你信不信我实验给你看？你跟我到我的房间，我跟你讲，我的这个预兆是很准的。想要算未来，米娜呢？米娜在脱鞋子，等一下。米娜，你不在乎你的未来感情的吗？你是不是一点都不在乎？一点时间？你的爱情观需要一点时间吗？来，我看一下，等东西南北这样的，第二道七东西，每天拢会笑嗨嗨；第二道七南北，永远工课拢无白目。你知道为什么扑克牌里面都会有四个花色？因为大佬的四个人打刚刚好。不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因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它有四季，春夏秋冬，所以其实扑克牌它以前是拿来做占卜用的。而且你知道一个季节当中有几个礼拜吗？13个礼拜。老板，你看起来会赌博。真的吗？对啊。你有没有诈赌过？我怎么可能诈赌过？我诈赌的人都嘛被我们埋到那个水泥管里面。你知道我的这个心电感应是非常精准的，请不用剪接，我们不需要，我们在里面的预测是非常之灵巧跟厉害的。等到你有想法都喊停，哎，来插进去，收吗？收，对，进去。你要上面这张还是下面这张？上面这张。你喜欢上面这张？好，拿出这张。拿着。你知道这张牌它就能够预估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跟在哪一周会产生这个变化？大家进去看，没有我可以看啊，不用剪接，我可以看，告诉你哪一张牌。黑桃九是不是？你确定是黑桃九？你要不要换？不换。确定不换？所以里面是黑桃九。你知道在这个里面，好、有一副扑克牌，应该就是一个正常的扑克牌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在这个扑克牌里面哦，它就刚刚好有一张牌，好、它被盖住。嗨。那你把这张牌打开，请不用剪接，完全不需要剪接，打开。哇！好扯啊！是不是不用剪接，完全不需要剪接，打给他，他在你心中现在一定还有一个位置，不然你看这个全部的牌面就他妈一张，就一张盖起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懂你。你不是工业中的翘楚吗？左边魔术中的翘楚。打电话给他，打给他。我已经紧张，我知道打喽。真的，我知道打了，打打打，不要怀疑，打给你爱的人，告诉你说，我就是喜欢你，请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跟你在一起。我们这边进一个剪辑点吗？没有在剪接的啦。我为了让大家发现刚刚那一切都是真实，我没有 say 哦，完全没 say。喂 Lucy 吗？叫你打给妈前女友，你打给 Lucy。 是哈，关你的事情啊，是他爸爸打给千金，把埋到水管里面好了。这多好啊，你一直是爱我才对啊。这么大水管哦、啊、真的是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把它丢进去，这是第一次。天睡得真好，还有床可以躺。老板，我的梦想是，我有跟我前女友一起想说要在上面遨游天际。我等一下把你打断丢到山下面，他就会来接你。这台车子呢，它总共有26个锁点，可以让你任意的改装。前面可以放上一个大大的冰箱。有苍蝇在我脸上。其实你要有一张，我也可以帮你预告的。我要选吗？啊，停。你要上面下面？上面。哪一张？要不要看？啊，你选的这张，我跟你讲厉害了。你要换吗？你可以洗牌，没关系。想换吗？不要。不要换，在这么多的牌当中，就是这么神奇，有一张牌刚刚好被盖起来了。这是盖起来的牌里面，来，你自己把它抽起来，来大家看。是不是就是你想的那张牌？大家想要学是不是？我放在会员，可以教给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贺龙，大家好，这是 PR 哥，欢迎收看《超人少年》，我是吴志，我是志奇，我是徐波。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，恰恰独家喜剧档片，会员无限看。Fuck me， 都够烂人了。他们